您所抽到的是第38签下集，诗文是穷吟唧唧守孤为，千里玄玄望信归，等得荣华公子到，秋冬呱呱雨霏霏。这四句诗文的意思是穷吟唧唧守孤为，夜半时分听见蟋蟀虫鸣唧唧的叫声，自己一个人在房内静静守着孤单的床帐。第二句千里玄玄望信归，内心不停地挂念着远方亲人，心心念念地思念着，怎么等了这么久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呢？第三句等得荣华公子到，等到了有一天有位公子贵人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，并且带来了一些音讯消息。第四句秋冬呱呱雨霏霏，在秋冬交替的这个冷冽的季节里，发出了秋天落叶刮地的呱呱声，此时天空厚重的云层也下起了绵密的寒冷细雨。